请收看《花开正红时》，回归正红时。谢谢恩恩姑姑命恩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甘愿离开世在考验阮不愿听恁生恁爱真情这情爱也恨这个时阵情路无我只有只有恁输的份，无欠可怜，无欠同情，我免你打算。若真是缘分命运，天怎样安排阮？谢恩恩姑姑命恩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甘愿离开世在考验阮不愿听恁生恁爱真情这颗手爱也这个时阵情路无我只有只有恁输的份，无欠可怜，无欠同情，我免你打算。若真是缘分命运，天怎样安排阮？蔡明友，定是我那爸母的性命。我没有为你放心，爹！阿弥陀，你不会杀我吧？你不会杀我吗？我要在你老母的面头前就抓，你老母是自杀死的，你还自杀死，都是为了你。你若怕家己打着伤，你都不要跟咱两个管，你不要跟咱两个管，你老母都要自杀来死，你老母的死都是你想造成的。你跟你骗我，我老母是你骗死的，是你骗死的，你老母不是老母。你丫头，我等你，我骗你老母。你只靠你来做你娃时阵，你还调戏我替小告诉，真是你替小告诉，绝对无可能。要哪里？我连我的性命还交我嘞！小哥，我跟你讲，你们有死有命吗？有外姓的，难道我只叫一件？哪里我讲什么讲话？你为这个讲说了，我没有老板，公家的祖产，你是看卖的。你老母高兴，我赚我的阿母感情，我没有可能变死的，我没有可能去变死的。你骗我！我怎么可能变？告诉骗我！你骗我！我老母不是我的死的，我不可能变死。都是我害你，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阿母，有钱。阿母，阿母，你现在没伤害阿母。小子，阿母，这小子伤我六十遍还要死遍，我绝对不可能管你。阿母，你不要伤害阿母。小子，小子，小子。
我已经了解你了，那个我没叫你简单的放一说。等过也唔等无啦。哎呦，阿仔，哦，我甲恁讲，恁着拢唔相信我的话啦。我看到迄个哦，一定是鬼啦。谁看到鬼？哦，恁小妹看到鬼啦。啊？都跟你讲唔好白讲，你常常一支嘴安尼。人志强无死啦，无安怎啦？唔敢唔，咱前几工甲阿强惊着，伊算唔敢现身。可能哦。春天木啊，会不会是你们在前面睡着了，没有看到啊？啊！恁在后面的拢无睡着呢。我都不爱讲恁呢。我敢会真想要咱大家拢困去，啊，让伊入来，甲咱拢唔知安尼哦。哎，啊是讲，伊若有心要骗咱哦，咱搁较安怎等，伊嘛袂出现。就个，无规矩安尼啦。志强的代志交阮来处理，你赶紧转去高阳，阮一定想办法甲伊找出来啦。啊，若无吼，啊过也无几工尔，啊就走出来。唔多哦，大家我无满意哦。不过，好啦，你先回去啦，有消息我来甲你通知啦，吼。阿爸阿母，啊你回来啊？你来病院创啥？是毋是来看高俊男的？你伫嫁阮文华才偌久？你心肝内就咧想别个查甫人，你安尼做敢对？敢对你去文华？阿母，我想袂到，想袂到你是一个这尔袂晓介绍的查某，枉费啦，枉费阮文华对待你这尔好。阿母，卖叫我。好啊，查某，有啥物话哦，来我的办公室讲。嘿。你坦白甲我讲，你甲高俊男到底是啥物关系？我甲伊只是普通朋友，阮两个人伫卫生所熟识。普通朋友，你莫骗我啦！高俊男一出代志尔，你着叫文华提钱去救伊，毋是安尼哦？你一转来尔，连厝都要我转去呢，都来陪伊看伊。你两个中间若是无感情，你安尼对待伊？阿母，我承认我甲高俊男是有感情。不过，迄拢已经过去的代志啊！我既然甲文华结婚，我就无可能阁想伊啦。这是你咧讲的啦，人心地来，我要来知你心肝内底咧想啥物。小平，文华就要娶你，我甲你妈妈一定着娶嫁。即摆已经变成一个无修身的话啦，你嘛有阮两个老失望，也若无阮为你的牺牲，安尼无价值啦。文华这个囡仔做人真老实，你爱好好对待伊，知影？好啊啦，国良啊，莫阁甲伊讲道理啊啦！咱陈家敢若文华这个孤囝，竟然甲我娶一个不情不别的媳妇倒转来，我是也真痛心，做唔甘愿的啦！阿母，我该是心病，我该无安怎，请你相信我。相信你？你还阁要辩解？我唔是辩解，我讲是真实的，你莫玩弄我。我玩弄你？哦，你阁会甲我硬吹硬挤，这尔无教养的查某，我劝告你哦。上好以后你莫甲我做差错，啊若无，阮大家就无你这个人，有听到无？好啊啦。小平，你先坐，我后尾甲你妈妈讲。文华因阿爸甲母对阿五会这么亲，
我是卖去看准人，啊，不过我是来烦恼伊的伤。你好啊，准哩。准啊。我无爱带一个这种人去的病。准啊。大汉，你身体也袂好啦。卖做动我。卖你啦。做我是娘子。准啊。秋萍，你紧甲顾囥啦。准啊，你卖安尼好无？你若要出院，等你身体好起来再搁讲啊。搁再讲，伊无法为着你。伊安怎？你是想要讲伊足关心我，足想要照顾我对无？我唔免，我无需要伊的关心，无需要伊的照顾。就算讲我今仔日会死，我嘛甘愿死在外口。准啊，准啊，准啊，你准啊！准啊！准啊！你若无法度原谅无法，再原谅我。原谅你。你即摆已经是阿婆，我有啥物资格原谅你？莫安尼讲好无？我安尼做是不得已。不得已。你为着要过好日子才嫁予伊，这叫做不得已。我知影，我知影我的条件无比伊好，也不过我对伊是真心的。你哪会知影你对待我？你何从去？是的，是的，我卖乖，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是的，我知我对不起你，啊，不过你有想过哦？你这款倔强的个性，当初我若选择你，我敢会幸福？你的意思是讲，你嫁给我，你的过了无幸福？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卖再讲啊！我散家，我无钱，我什么拢无。我连大个所在拢无，我哪有可能予你幸福对无？你即摆好啊哈，大医生的某，你有钱有势，你后摆你好个。不要紧，我甲你讲，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比你更加好啊，更加后摆。谢啦，谢啦，谢啦。交代我袂使你出来啊！你若是搁不开门哦，我就火烧厝啊！哦，哎，小姐，你门还来呢？好啊，难得你开门啊，紧你讲。我真正袂使你出来啊！小姐，小姐你在创啥？小姐。你敢知影，我有偌痛苦？
经营者，我要还我。啊，小姐，小姐，唔得啦，小姐，小姐，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帮你找。喂，雷玲，志强，雷玲，你讲送志强，乃是急救，伊这人安怎有要紧无？伊在内面急救啦，我想应该是无生命危险才对。这边，你边紧张，我入去看看。兄弟同款，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用客气。阿爸、阿母，请你莫比志强听听好去。哎，请你为爱莫比志强赶紧好起来，也请你莫比阿爸甲王家的恩怨会当早一日化解。这钱要给你嘞。哈？哦。阿母，海起来，这三千元啊。嘿啊，啊，你哪会提钱要给阮？红利啊，啊，公司有赚钱，当然是股东分红利的嘛。但是，这是讲对啊，唔对啊。伊爱讲笑啦，但是嘛，公司都还未申请好势，啊嘛还未开张，阮搁较装卡怂嘛，知影当这是要哪赚钱啦。是啦，我无讲你就唔捌啦。这叫做股票换银票啦。这我都唔影，唔捌，我都唔捌算股票，听无啦。是安尼啦，咱公司哦，较早招股时是一股对一股，对不对？哦哦哦。啊，即摆咱行情好个啊，烧钱人要来股东啊。哦。即摆是股半对一股啊。哦，已经唔是一股对一股啊。对啊。啊，即摆已经来甲你入股声，即个你就算伊股半呀。当然是股半对一股啊。哦。所以我唔知从遮赚来钱。分予股东。哎呦，一时啊，迄个五角个拢赚着就对啦。哎，啊那安尼吼，阮本家的吼，安尼是算股声的，会安怎比咧？不，这样，这样是百分之五尔啦。百分之五就赚40万啦。嗯。哎，啊那加分过50%，迄毋400万？哈，400万的哦。对啊，对啊，对啊。欢喜甲死。是啊，讲的无唔对，人投资50%，我现赚400万。哦。哎，是即摆行情哦。咱公司行情看好的时阵哦，迄个时阵不是块半对一块，是2.5块，是3块对1块。安尼哦，迄阵不是400万，是1600万。哎呦，对啊，爱是第二期尔，第三期，迄个公司成立游乐园完工了后，迄个时阵哦，哈，迄行情歹估计啊，已经趁钱到趁水了。趁钱到趁水哦，冒出去啊，冒出去啊。嘿，啊那安尼听起来吼，我干那分一个5%吼，确实有较伤少啦。咱加分管，会使袂使加啊？伊想就想甲你起管。啊，你拢莫管啦，我问海吉啦，会使袂使加分管无啦？嘿，笑啊，安尼咁好，我招你入股的时阵，也要甲你摕股金吗？这5%算是艰苦呢，这是为着要报答讲我当时当歹时哦，你甲我斗相共作多。是啊，即摆讲要提高股声，敢会伤超过？哎呦，你误会我的意思啊啦！我唔是要甲你讨艰苦呢，那我是想讲哦，即摆要家己提钱出来甲你分啦。好，拄来钱。嗯，啊钱的代志你都唔免管，干那问海吉来看会使无啦？会使无啦？啊，无安尼啦，你提10,000,000出来啦，啊加上哦，即个5%的担保，安尼我算你20%。哦，啊，董事长搁恁做，安尼我够意思无？无咯，啥物20%来做董事长，啊，你大股才无做。唔是安尼啦，我讲伊听啦，因为哦，这地头哦，恁比我较熟，人缘也比我较好啦。啊，公司也放你欢，我真放心啊。啊，我会当将这精神哦，放在别个所在啊。你算起哦，是恁在替我赚钱啊。哎，那好，好心好心嘛，交代啊，阮偌老赚的，是吧？做董事长嘞。
我也无法度啊，查某人甲人做啥物董事长，爱一家之主来做，啊，建筑都做船长，船长爱搁开钱，咱来做董事长来赚钱。我做董事长。是啦，我讲啦，恁阿母想做董事长，我无意见。吼，啊无安尼啦，咱怎啊决定？三工后签约好唔好？三工后就要签哦。好好好，赶紧来装钱，安尼好，安尼好。啊，做来决定啦！啊，我代志我先来做。哦，好，好，好，我送，我送。感谢哦，多谢，多谢哦。啊，恁大姐来送你啦。这，卖等人客还袂走，向笑啦。啊，豆，安尼啦，歹势死啊！我感觉我实在足福气的呢。今仔日安尼哦，问一个开气尔，啊，钱就飞来找咱。我若早就知影海吉来做人遮尼好，早就好甲开中门迎接啊啦！开中门，开庙门嘞！哇，你讲比想的较简单，一千万要为倒来啊？啊对吼，一千万要为倒来，落来投啊！我一块投两块，甲投互伊有一千万啊！啊，你也有无？我有诶，拢伫咧夹金箔啊，拢伫里啊。啊，你拢无创啥行钱哦？啊，你如何是搁创啥行钱？拜托。保定啊，你有无？无啊，我哪有使驾钱？你还唔是有50万滴？无咯，迄边，迄是阿爸留予我的手尾呢。阿爸有交代哦，讲若无重要的代志，袂用用的。哎呦，安尼遐讲，这哪会无重要？即马都上重要的，这还唔是要用掉的啊？这要摕来做保钱，迄保金藏的会生钱啊囝的呢？钱啊囝。哎，我伫过。啊，恁两个是左人啦。安尼才偌济尔？啊，无咱会使吼做一个好事啊！即马确实有钱吼，着报大家来赚啊！即乡亲大家对咱也遐尼好，咱来甲招大家来股东啊！哎，拢细卡的啦，安若无够嘞？我来找阮阿兄。我来一下，我来一下。你敢袂记？你去臭屁股因家？臭屁股，臭屁股，臭屁股！你臭啥啦？阿姐，你莫甲我做，我做臭屁股啦！别安尼啦！你去上家哩，难袂安尼啊苦穷啦？你敢知这段日子，阿姐叫你一世人无法度阁看到你，我偌伤心，你知无？敢我一见面，你何止为你烦恼是无？阿姐，这件事嘞，这段时间你到底是走倒？你哪拢冇出来跟阿姐见面？我伫拢袂起，迄一刻，我直直阿母自杀。我心肝了足艰苦，一定是蔡平的家母逼死，所以我要找报仇。我唔知找机会逃走，警察一直叫我，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海边的大街，已经无路啊，我唔知跳。是要安怎才好？警察一定死劲在找我，我到底是要安怎？我要报仇，我一定要蔡明勇付出代价，我袂当去予警方抓着，我嘛绝对袂当去投案。我要避一阵，等风声较过的时阵，予大家解释我死啊，到时阵。我就有上好机会去找蔡平报仇。
家厝来甲人见面。第二天，船长伯、船长妈去咱厝，我嘛唔敢出来见。我就是要等机会找蔡明勇报仇。报仇结果都是靠人送来便宜啊！只巧，你刚才这段时间，阿姊看无着你，阿姊就是你个。阿姊差一点就对你起，你知无？阿姊。看你平安无代志，阿姊就欢喜。志桥，你是我唯一的小弟，我求你莫让阿姊伤心，好不好？阿姊，我知影你一直真疼疼我，我嘛不应该惹你伤心。也毋过，咱袂当将阿爸阿母的代志当作无发生过。我是伊后生，咱有责任是为伊承担这一切啊。你哪能讲袂听啦？志强，等下处理啊。有啊。秋萍，你无甲志强讲吗？要甲我讲啥？志强，我已经叫文华，后摆你爱叫姐夫。姐夫。30万哦，啊，甲你投落啊，吼，啊，你看好势，安尼多多1000万吼，啊，我定定哩，免啦免啦，系，啊，客气，来来，签名快要紧啦，啊，有，合约书吼，摕来看卖者，来啊来，啉茶啉茶，来，签收，啊，恁哦，内容看清楚，啊，若好势哦，签名转去啦，投资海岛游乐园合约书，哈，啊，这字叫做，哇，这字叫细字，哇，看甲灰沙沙嘞。即若看把咱朴素都考掉啊！你来过啦，对哦，即无法度啦，即专法愈了了，爱读迄落法律系才看，啊，阮读即落建筑系的看。相信我就好啦，相信那个邓大哥。啊，你得啦，哎，你做董事长呢，免讲话你得。哎呦，来个曹姐，这边嘛爱，这边嘛爱，这边嘛好。好。好，你好。洪天保庇，洪天都保，啊，甲真好笑。啊，在你遐哟，好，安尼哦。这两天我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我来办一下，办好我随来看你。啊，你都保重的。哎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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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啊大笑啊，卖遮好康啦。阿强无事，咱公司要开无？啊，哪会阁要赚大钱啊？生意兴隆啊！哎，多大呀？在创啥啦？这是咱专家的饭碗呢。把这物件收收的等伊上。谁那边等伊上？咱慢走。来啊！你想迄个办法敢好？办法好唔好无关系，趁有钱上重要。
个比较棒。好多啊，遐尼坐台车过，你拢无甲通知哦。大个安尼咁好，你身体伤啊袂好呢。老总，搁你坐，你就坐，听到无？我坐。不要紧，我休困一下，小等过来。哈？搁要弄哦？失去的我感谢天地，肯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只因分命运，天怎样安排阮？高顺兄，高顺兰，来你坐啦。唔免啦，我是来行李贴我人的医药费。多谢你送我去病院，嘛真多谢你甲我讲遐个话啊！以后你若是有啥物代志需要我斗相共，你尽量讲。你是安怎？要不我全身躯拢是伤哈？阿爸，是你啊，何准啊？你哪来阮家？阿爸，伊是哦来找我的啦。啊，顶个哦伊受伤啊，出车祸是我替伊来的医药费，伊是提钱遐还我的啦，伊随便走啊啦。是安尼哦，何准啊！我想咱两个中间并无甚物真深的恩怨扯到。既然到来我厝啊，那我加借钱。安怎？你唔讲？我呢是千古的伤。你搁摕一笔行李咧，这个钱敢那看那无真轻松的款哦。这是我家己的代志，你无需要这样冲动着，我并无恶意。我只不过是替你感觉真可惜。关于你的过去，我最近有听人讲过，算起你只不过是一个输人。也毋过我头一眼看到你了后，你在我心目中却毋是一个输人。你有批评，敢贪真。做在是应尽，我是欣赏。我无你讲的遐尼好。何俊男，你是不是一个人才？我相信我的目睭。看起来你过来无啥好的款呢。卡斯尼的管理不如安尼，来我身躯边给我斗相共，我绝对袂推开你。你爱我坐落来，就是要甲我讲遮是哦。歹势，无兴趣。何俊男。我希望你当详细想看卖，我拄只提议还未正式收费以前，永远有效。免。高俊男，你别跟着我送你啦。阿爸，我送你来去吼。多谢。这是国立医院，你来这要创啥？我是伫咧遮大汉，遮算讲是阮家。高俊男，我阿爸拄只甲你讲的代志，你最好是莫答应。多谢。
哎呀，这个真正当主丢钱嘞，哎呦，夭寿哦，不吃好饭。哎，我唔能讲，我唔能。啊，排骨刀，排骨刀，哎，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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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若交代阮人阿婆，你绝对放心。阮两个人足实在，笑目绝对清楚。哦，有影有影。也是讲吼，咱这看时间的爱剪彩啊，啊，市长都讲要来，安内也未到位啊。差不多啊嘞，我来甲请。哦，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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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嘛，等。市长拢是咱选的啊，也无比咱较大啊。哦，安尼啊。我一个来就好啊。我来讲哦，今仔公司贵宾股东遐多哦。董事长、董娘拢来共按来啊！这放心啦，阮两个按来妥当的啦。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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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喂，喂，蔡董啊，你找照你的计划，公司今仔开无？人真多，真闹热。嗯，我知。今晚你的任务啊，算过是完成啊。你家己的存钱所在呢？小心，爱记嘞，千万唔当让大手印的人找到你啊！我知。真哦，得，人放这么久的网啊嘞，即摆当收线，你去通知柯律师，即摆就来抓伊。啊，哪有人时间共慢遐久的啦？嗯，海起来，咱是接久咧，接慢弄的。伊敢会走到台北去接台北市长？无安尼啦，我来看两位，去市政府问问看。啊，我拜托拜托，紧嘞。高兴到要死！哎呀，阿嫂啊，你来吃物件啦！哎呦，免紧张啊，人迄市长是大官呢，啊，伊要处理的代志哦，足多足多啦，你咪就来啊啦！行啦，行啦！是，谢谢啊，谢谢。陈定啊，陈定啊，我打电话到市政府去，市长秘书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啊，而且市长到台北去开会已经好几天了。哪有可能这个代志？哎，海记来甲我讲，昨昏市长才答应伊，讲决定今仔要来剪彩的呢。对啊，那是咧变倒是出来啦。哎，阿伯啊，紧来啦，海记来啦。啊，海记来毋是接市长。啊，我煞毋知影，怎啊人咧啦？我哪会知？啊，你毋是伊秘书，你毋知？无啊，伊就提三个月薪水予我，叫我讲做做一个月就好啊。啊？哎，你毋是对伊足久的啊？无啊，我嘛是一个月才来尔。哎呦，夭寿啊，安尼啦。哎，准娘啊，这。这会不会是个骗局啊？啊！骗局！骗局！有骗局啦！骗局啦！啊，等下，哎呀，等下，等下，是变怎？你遐个先生有伫咧无？你是想要找律师咧？柯律师哦。你遐个先生用这间公司的名义向我委托人借一笔钱，伊讲公司开幕的时阵要还，啊，即摆毋着请你遐个先生出来解决问题。哎呦，伊无伫个啦！你是咧讲梦噶吼？咱这公司今仔开幕，拢还袂开始营业咧，哪会去甲恁借钱啦？哎呀，无伫咧，公司的负责人都爱负责哦。啊？啊，公司的负责人登记的是哦，田大秋先生。请问吼，田大秋先生倒一个啊？我田大秋啊。啊，这公司我细个，我那20%尔。啊，头一天开幕，我嘛头一步踏入这公司尔，我什么情况唔知咧。歹势吼，你公司登记的是你的名，你是负责人。公司的债务你都要还。哎，讲安尼有较超过哦。阮真正对逐项拢无了解，你若讲安尼，啊，当时欠偌济啦？5000万尔尔啦。啊，5000万。哦。来，哎，你的委托人谁啊？我的委托人姓蔡。是我。蔡明勇。蔡明勇啊，现在是什么情形啊？哦，车叫了真熟悉啊，哈。哦，敢会是蔡明勇利用迄个海格来设个圈套来害咱呢？哎，林太太，这帮闲啊加减食，话是明了，学袂讲哦。你若要指控我，爱付证据呢，要我加加钱5000万，唔是一个小数目呢。蔡明，我咧到底是变怎？我若是变怎样啊？只要你强欠我钱，提出来还我，安尼就好啦。我给你3天时间，要是无到时阵呢？咱欢迎见面。蔡明啊，蔡明啊，你，我老在欠恁的钱啊。蔡明啊，蔡明啊，不要
红酒，你哪遐尼戆啦？迄公司的大细粒，伊哪拢交交予伊？我哪有法度啦？啊，深圳公司是咧烦恼的，啊，伊那生到营业病，我唔捌看啊。你伊那交予人都咧退啊，含身份证都交予伊啦，你规个头唔剁起来予伊？怪我，是恁叫我做董事长的，公司要办登记，我当然资料证件全全予伊啊，拢是你啦！你若莫想要好业，无这代志啦。啊，八十万啊，那个八十万，那个真假真无听。宝珍啊，我甲你拜托的好不好？你莫安尼一直哭一直哭啦。啊，才八十万，啊，总共叫我才八十万尔，啊，做偌济嘞？一千万的呢。这内底有蔡明勇的钱，有我甲阮阿兄借的钱，啊，佮有遐厝边隔壁，哎呦，大家拢寄伫我遮。啊！今即马只声逼安尼啦，若要再条害人，咱是要安怎啦？我管啦，迄种个代志啦，迄八十万内底，迄三十万块是我去甲朋友借的，你知无？五十万块是阿爸留予我的手尾呢，伊阁叫恁阿好好照顾我，也去搞嘞，结果怎搞甲阿母无去？那是你啦！哎，宝珍啊，啊你来讲安尼？我是代讲唔对啦。袂好呀，代志嘛袂变甲，还是袂不甲这尔凄惨啊！宝珍啊，你袂感觉你安尼较过分哦？我是恁阿嫂呢。哦，啊，无猜咱两个姑嫂感情遐尼好，今仔日为了八十万，你敢要安尼大细声了？好啦，会唔对，拢总是我一个人唔对啦，我承认啦。也不过我是要安怎做恁这个甘愿，我条件死予恁看啦。就无个啦。拍到甲宝珍咧激气，要创啥啦？我唔是咧甲伊激气啊！今仔代志要安尼大条，我知影就歹收山啦。我来厝啊，我家己，我来忏悔，我来忏悔，我来。是咧创啥？这一坐啦，一坐啦，啊，大家心情拢无好，就讲气话嘛。搁靠咱嘛一家伙啊，阿妈安尼啦。宝珍啊，你莫叫啦！哎，你，是，是的啦。为了我，让恁兄妹啊，遐尼无欢喜，我来去变个安尼。较早定咧笑人，个就是贪心，才叫金光党怪去。想袂到我即摆叫人怪遐大条，我会更伤心了。这嘛免拢怪伊啊，我嘛有责任啊。所以吼，蔡明勇真心要甲恁设计，即届来叫设计无成吼，下摆伊嘛是会想尽办法甲咱陷害的。唔通哭，唔通冤啊！想办法来解决较要紧。免乱，免乱。总是要解决，我找好点过来去。快点买啊！阿伯，你若是对你这死人了，啊你今仔无去出来，啊你是叫大家要安怎啦？是啊，抢救费啊，我遐钱石头也塞起好哩啊啦，我都听唔知影，你是阿伯嫌我怕，今仔才拍照，拜托你个死人，我改悔啦。莫啦莫啦，你来欺负伊，我怪起来啦，我求你，我拜托你啦，你死人，我拜托你啦，你莫嫌我怪起来。莫哩莫啦，我都怪你啦，拜托，卖你骗。都没去，你讲你讲，好好好，长久没啊？咱大家拢在跪啦，你免哪处理啦？好了好了，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村长不会骗你们钱的啦。那不会骗我的钱，你是要来赢的。我叫你跪，我拜托你钱给我啦，我求你啦。村长伯，你今日个钱还我啦？我拜托你，你卖跪啦，你跪我钱，你跪我钱，我还我钱赚。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只是野话。两字缘分啊，是最后的我的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今世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彼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
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依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